脚灯，心爱的这不通放，我的选择是你，我的选择是你，今生只爱你一人。啊，你讲实实的，我来听嘛吼。来，你安尼休困一下，我来提凉嘞。阿公，我帮你擦汗。阿明，来，这款给你。阿你唔好甲阿公擦，不要紧。真希望讲，你会当安尼气噗噗跳起来讲，臭和尚，你是咧创啥？安尼咱两个哦，都要搁搭水果啊。人讲吼，老人囡仔上啦，啊，咱家到大吼，多三个囡仔，啊，阮两个囡仔，生咧一个大汉婴啊，哦，我那会忝咧，哈哈，啊，拢互你偏去啊咧，哈。你陪我一起去玩，你去房间帮我拿一下我的玩具，谢谢。会在阮大下头。阿公住在我们家，我们有两个阿公，两个阿公，我好开心哦，我就不用跑来跑去了。你问我讲，我想要在这，安尼讲起来是一言难尽啊。不过你相信，我比上海恁大。那馆长，我有看到你伫咧照顾阮大下。我相信你。乖，你想到九霄？是的呀，都是我不好。你对恁大阿失重哦，伊往来感受会到。阿公，我甲你笑笑的。现在就不会痛了。哎呀！都找人家冲啥货啊？你跟红建文是同挂的，现在是怎样？两个个联合起来，要害埋阮丈人是？我是要来照顾阮大爷啦。难道是你？我问你，想做阮大爷面有笑？你现在是在讲什么笑话啦？我以后阮丈人在白富啊，我哪有可能伤害伊？这当然是刊物造成的啦。而且我认为那个刊物就是洪建文派来的。你现在赶紧走了，阮丈人无需要那种陪鬼囡仔来照顾了。奇怪呢，顾里厝内面遐少年走去倒去，哪有可能阿兄入来啦？
安平让他进来啊，你那少年的去给安平拿玩具啦，我也在场啦，你在怕什么？怎么我哪跟洪建文一样会伤害你心？我这样想哦，也是关心阮丈人啊，因为现在状况较特殊哦，没有任何死角差。爸，吃药时间到了，我先带你回去房间吃药啊，然后我去买你爱吃的点心给你吃吼。弟弟，爸，原本就已经到阮丈人爱吃药的时间啊，但是到今嘛你还无多相信，安尼对我来去啊。阿哥李阿英，我今嘛看阮爸的面子，我先帮你说，等下我出来哪个看到你，我对你无客气。来来，阿斌，阿斌老大，阿星叔叔有事问你，阿公变成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建文叔叔害的？然后，你跟阿公单独出去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说还在生建文叔叔的气？阿公没有在生建文叔叔的气。他喜欢建文叔叔跟志玲阿姨，他还叫他们两个结婚。建文有讲过，都要先转一个陈志玲啊，那奶都不骗我，都爱代志，真正跟伊无关系，我实在不应该误会建文爷。妈，阿玲看厝看得安怎？阮爸妈伊看无六间啊。结果咧，无一间伊介意。唔是我无介意啦，真正是台湾吼，遐起厝卖厝的吼，大别墅敢那土匪咧，迄一间厝吼，卡袂着都几啊千万，迄是啥买得起哈？迄真正应该叫遐检察官吼，把遮个奸商吼，拢甲连关关起来。妈，阿辉弟也无着急啦，慢慢找就好啦。嗯，有啦，志辉啊，你唔是陪友表去病院，医生安那讲啊？医生讲吼，伊的病控制了真好啦，继续追踪就好啊。阿金文，你敢知影我伫个病院拄到啥？是毋是阮姐？毋是啊，我拄到刘彩萱，伊要提囡仔。啥？伊要提囡仔？唉，当然嘛要甲囡仔提着。一个早人结婚了吼，腹肚膨起来，才知影讲囡仔毋是因人个，敢毋免提着？虽然我无介意彩萱，但毋过伊腹肚内底个囡仔，若真正是歹人个，我也是替伊感觉真可怜。彩萱本来就是一个真乐观、嘛真好个查某囡仔，拢是因为我，伊才会变到安尼。建文，莫安尼责备你家己啦。啊，每一个人哦，拢有伊个缘分，也搁有运气啊。拄着好个代志，就是有福气；啊，拄着歹个代志，就当作是磨练啦。人生就是有一挂磨练，才会起起落落，才会精彩啊。虽然讲我找个讲吼，要换一间较大间个厝啦，也毋过吼，咱规个口啊，若用个大组会吼，迄毋管厝大细间啦，只要用个大组会欢喜安尼就好啊啦。亲像我今仔日吼去老家吼，看到伊迄一间厝哈大间着，啊结果住伫内底人吼，一点啊快乐，一点啊温暖都无，啊有哈大间个厝是要创无效啊。对啦，啊你今仔去老家，够看到阮姐啊？当然嘛有。啊！但伊个规身躯哦，拢袂顶袂动，而且哦，佮安尼哦，乌青结血哦，真正有可怜呢。一定是蔡友在做。对啊，就是伊拍的啊！哎，佮硬是这佮毋是伊呢，佮甲这任何扫迄个砍斧呢，迄真正有够可恶的哦。阮哥那真哩过分啊，连家己的丈人拢已经中风啊，佮毋肯放伊煞。啊，昨佮派人去破坏游览机的时阵，害游览机损失有够多啦。都唔知虾米时阵才肯放手。哦，伊真正惊唔知咯安尼。迄白桥人是大指头啊，来竟然敢去掠伊，安尼好啦。互迄个大指头啊，好好啊，甲教示一下，看伊会食假无啦。即马蔡友弟的资源也够细腻啊，甲有人去当讲是平水啊，真正亮起来，啥会食亏也唔知影。建文，蔡友弟即马变到安尼，那恁这个处境，你就注意点。是啊。所以咱一定要赶紧想办法，把这个救出来。讲甲简单着，即马老店长哦，身躯边不管是拢一挂细汉弟弟咧，你要去救伊，够有遐简单？妈，何丽丽甲秀清即马是毋是住伫老家？对啊，安怎？哪里都有办法啦，咱也可以拜托何丽丽
何建文去看老董的。吼、哦，但何丽丽迄个人哦，无好处，伊哪有法度甲恁斗三工啊？阿姆啊，其实何丽丽并无你想的遐现实啦。之前我会当你去老家看阮叔啊，嘛是因为何丽丽甲阮斗三工才有法度的。无好啊，恁过去找伊试看卖啊。虽然现在和莉莉答应要跟我们斗三工，也不过蔡玉蝶现在更加神经管，你要一个人去救老董的，敢有危险？只算讲更加危险，为着这个安全，我嘛是爱拼看卖。我带你做伙拼。阿兄，怎么样？歹势。我现在不应该第一代志还袂查清楚进程，我就怀疑你。我应该相信。咱两个人这么多年的兄弟情，我也不应该只听大小姐跟蔡友弟的话去怀疑你对大爷的失踪。没关系啦，我了解你有想清楚就好，请你原谅我刚对你起个动手。我知道你也是为了要保护这个，我不怪你。阿兄，现在你又雄雄愿意回头回来相信建文？我刚才回到家里想要回去看大爷，啊！不过厝内底不是真济蔡玉蝶的家属人咧管。我本来是暗算，因若是敢搞我动，我就要甲因拼命。结果才拄啊好诶，去拄到老馆长，甲安平老大。安平老大爱我陪伊耍，蔡玉蝶虽然也唔敢对我安怎。那安尼即摆即个情形安怎？都系即摆看开，就无真实。而且伊身躯够有伤，我怀疑是蔡玉蝶做诶。也不过，硬要讲是康复做的，甚至搁无赖，迄个康复是你派的。蔡友蝶这个事啦，敢做唔敢承认？伊竟然敢来伤害一个，我绝对袂放手。所以咱紧甲大家救出来。安尼咱做伙去，一定要甲这个救出来。等一下，就差这关了。